代广告女星。小心小心，茵茵这一段一分半的表演，她所表现的重点是什么？还有你们第一眼看的地方是哪里？好的，现在我要先请教第一个问题，茵茵，你对自己最有满意、最有信心的是哪一个部位？有两个地方。第一是。第一个是水蛇腰，水蛇腰就是跳舞的时候的那个律动，是是是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长腿，哦，哇，完美。OK， 好的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您刚刚表演整个你最想让男，你不要用敬语吧，你刚刚讲您哎，你尊重一点，对对对对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去了。好多啊！你在生黑哦，你在表现瞎火。就是性感妩媚，希望大家不要只是看到女生一出来就是好像就在晃，就是要有一个有舞蹈技巧，但是有妩媚的成熟性感，有高 high class 的感觉，成熟性感，对对，味女人的味道，没有 cheap 的感觉，不要便宜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，你写的牌子给我翻出来，性感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粉性感。粉性感。哎呦，因为它加了。亮粉，亮粉等于是有一点像叫在我跟我致敬的感觉。你讲话好好讲，跟你致敬。致敬，我常常会发一些。是要退休了的，就是这种表演是比较高层次。跟你雷同，比较高层次。高层次，粉性感也有说中哦。有。你喜欢他的腿？对。而且重点是他穿这种高腰裤，其实要穿的好看不容易。对。身材要比例要非常的好。哇塞，你完全。讲到他心坎里了，真的，你就是爱情的骗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鹏哥，男人啊，男人为什么要有事业？你没有事业，怎么有资格坐在这边看到这种？啊，哎呦，很深沉哦，你这个门槛要能进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第一眼你在那边什么什么怂不拉几，粉性感，谁不知道性感啊？瞎，谁不知道有粉啊？是，对嘛？什么玩意儿嘛？好气啊！我们第二个我就看不懂你在写眼睛，那是眼，写错了，哎，错了，哦，眼睛为什么呢？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不管男人女人都一样。如果他没有灵魂的话，他出来的东西就没有生命。是是是，那你给他这对眼睛给几分？这对眼睛99.9分。哇塞，接近等于满分了，等于满分了。没有没有，唯一满分的是我老婆。是是是是，哦。哇塞。Kida 深爱老婆的鹏哥在节目上如此大胆的告白，你竟然还敢说他 over， 我看倒是你的人生才快 over 了吧。
第二位是第三位曲哥，性感妩媚。哎呦，性感妩媚。哎，猜中哎，完全猜中哎。腿唇是什么？腿跟臀腿跟臀呢？哦，臀哦，腿，这中间有一点嘛，就是、腿跟臀。那你连臀都不会写哦？就忽然忘记。你不是影帝吗？所以影帝不用念书就可以当影帝。我是中介，不要你害，我又不是中介老师，快来。对不起，没有。我看他脚趾头了，而且他这个他这样穿，感觉腿特别特别的长。这是我心机的一部分。是是是，嗯。可是讲到这里，请问一下你的三围是？一定要讲。当然，来这边一定都讲，你都已经看成这样了，讲一下也没关系啊。对啊，32、24、34。32 what？ 低或低？低吧。哇，有。干嘛这样 ？Focus 不要在这里嘛，我想要大家看到水道。当然，对，都看到。来，您，我看到他表演是亲你身体，我看得很深沉，因为他刚刚有一个是撒完粉之后就这样。有一个动作，我哪有？你自己重播。他的这个有啊，你在那边抖啊，对，亲身体。这是一个舞蹈的设计，对，一个感觉。那屁股蛋是什么东西？我完全就是看到他屁股蛋，就屁股他这个下面会露出一个微笑线，有两对微笑线，屁股蛋，微笑线。女生的屁股蛋真的是很棒，臭逼逼。可是怎么从你讲起？总觉得心里对呀、啊，就脏脏的这样，淫秽。你讲的屁股蛋跟讲蟑螂蛋是一样的意思。今天不就是要来讲我们真实看到的？对对，但是你讲就脏。好，你讲一个就是不脏的，我看看。不是你的表情太不诚恳，对。是是是，那我们看一下马浩贤。对，我是很中肯，请说。什么东西？他的严重的性暗示。严重的性暗示。哪一个动作让你性暗示？因为其实我最怕就是女生做劈腿的动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会兴奋。因为她一劈我就会开心，而她劈就算了，她劈她还这样抖两下。只有台。那你看到包大哥会很开心哦。忙。所以你觉得她的跨腿？因为她刚整个劈下去的时候我吓一跳，她还这样真的这样抖两下，我妈！你知道我马上想说，如果我是他老公，该有多开心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哦，有一个很明显的 sample， 谁？就是阳光帅气型的。吓我一跳！我跟你讲，阳光有。对呀，是什么？吓我一跳！我就，哇，你吃的很重哦。他是谁啊？他是光勇哥，是我们的前辈，我们的领导。哦，领导。哦，不是。不是，是谁？阳光帅气的谁？对，就像是阳光。王力宏这一首哦 ，OK， 了解了解，很好很好。